间没有使人忘却这段历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间反而使这句口号越听越响。1950年6月25日，这一天，朝鲜战争爆发，世界记住了一个名词——38线。1950年10月8日，这一天，一支特殊的军队诞生，世界记住了一个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这一天，志愿军入朝援战，世界记住了一个崛起的古国——中国。这些个重要的一天，曾勾勒出一个改变历史的决策。他们要把主见，留把主见。然而，这个为人熟悉的决策背后，却是他们一天又一天不为人知的抉择。今天，我们找到了记录这些重要一天的珍贵档案，将目光锁定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把决策抗美援朝讲给你听。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50年10月1日。正如您在画面中所看到的，在新中国1周岁生日的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烟花盛放，笑语欢声。然而，在红墙内，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毛泽东却是眉头紧皱。他放下手中的电报，快步走向颐年堂会议厅。就在这一天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据时任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这次会开完之后，主席他就是吃安眠药也睡不着觉。毛泽东为什么睡不着觉？这还得从1950年6月25日说起。这一天，朝鲜战争爆发。2天之后，6月27日，美国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天，美国第7舰队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6月28日下午5点，愤怒的毛泽东发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的报告中，严厉警告美国当局，为了保卫和平，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侵略。然而，对于中国的再三警告，美国熟视无睹。7月7日，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这位不可一世的5星上将，打踏上朝鲜的一刻起，就没把眼光停留在38线上。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巨变。美军飞机日夜轰炸朝鲜的同时，竟以误炸之名，频频把炸弹投到中国一侧，破坏我国东北的机场和工业基础设施。10月1日这一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38线北进，直逼鸭绿江。当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烟花在天安门上空散开时，在朝鲜战场上空，美军飞机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也成批落下。国庆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为的就是商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此时他很清楚，局势对于中国来说已经10万火急，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在10月1日，也就是毛泽东召开紧急会议的这天晚上，朝鲜平壤金日成奋笔疾书写下了一封信：“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帮助，即在敌人进攻38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在这封信当中，金日成用了6个感叹号，急迫之情足见一斑。其实，在写下这封信之前，金日成已经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急电北京，正式提出了希望中国能够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在写下这封求援信之后，金日成便命令朝鲜外相朴一宇（化名张一度）秘密赶到北京，并且嘱咐他一定要把这封信亲手交到毛泽东的手上。38线是位于朝鲜半岛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日俄战争后，朝鲜半岛被日本占领。1945年9月2日，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商定，以38线作为日军在朝鲜半岛受降的军事分界线。1948年，在美苏的授意下，朝鲜半岛北南两边先后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政府。金日成和李承晚成为这2个政权的领导人。朝鲜半岛西北与我国紧紧相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38线，这意味着中国时刻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威胁。在战争刚刚爆发1周之后，中央军委就做出了美军很有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据外交档案记载，在8月至9月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向朝鲜发出提醒。为防守汉城，朝鲜人民军应该在仁川地区加固阵地。此时，坐镇北京的毛泽东预感到朝鲜内战即将扩大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实，早在1950年的7月7日，也就是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决议的那一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已经做出了一个未雨绸缪的决策，那就是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1950年7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下令组建东北边防军，将25.5万大军从全国各地调往中朝边境布防，以防不测。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就在这一年的6月初，党中央刚刚在7届3中全会上确定，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为加强建设力量，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规模一次的复员工作开始。中央计划至10月复员150万人，投入经济建设。然而，朝鲜局势的突变却改变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刚刚走入和平建设的新中国，被迫再一次吹响了集结的号角。朝鲜战争爆发并非偶然。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是这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然而，朝鲜内战毕竟是朝鲜内部事务，中国根本不想干预。今天回望抗美援朝这段历史，我们有必要向您强调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那就是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美国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的这一天。这条线被画下是美苏争霸的产物，因此朝鲜内战一爆发，美苏两边先紧张起来。但是显而易见，台湾海峡与朝鲜的局势是毫不相干的，而美国却借口朝鲜战争入侵台湾海峡，插手中国事务。而这个入侵的时间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仅仅2天之后。很明显，针对中国，美国是蓄谋已久。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搞出了著名的 NSC-68号文件，要求美国必须立即大规模增加国防经费，以满足改变美国军事力量的需要。这份文件看似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但实质上，它是一份号召武装起来的动员令。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曾发表声明，表示无意干涉台湾和在那里建立基地。1950年4月至6月间，美国国防部提议改变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尽一切可能保住台湾。6月14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交备忘录，主张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 在美国人的记述中，曾这样描述麦克阿瑟想要武力干涉台湾的急迫态度。晚上，他甚至跪下来祈祷，祈祷中国军队能进攻台湾，好让他指挥的飞机和军舰在广阔的海面上攻击中共的木船。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共中央内部大多数人不同意出兵援朝。 对此，毛泽东将如何抉择？经查，这份电报起草之后并没有发出去。正在揭秘。让我们再次回到1950年10月1日的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朝鲜，打还是不打。毛泽东的心里有个底。 这个底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不是过38线？9月29日夜，毛泽东就收到了周恩来的报告，美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38线以北。而这时，我们的东北边防军在鸭绿江边已经基本就位。1950年7月13日。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随后，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第42军和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等，共25万5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吉安、本溪。9月6日，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8月4日。 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随后，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分别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冷静做出预判，果断调兵遣将。10月1日，当美军一脚踢开38线上的路障时，毛泽东的心里已经有了与其 兵戎相见的想法，因为唇亡齿寒，互破唐危。但是他的心里很清楚，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认为，国家的命运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必须充分发挥党内民主。 在1950年10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他并没有轻易下决定，而是要求大家尽量摆出兵的不利条件。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特意要求不做会议记录。对于那天的情景，后来聂荣臻回忆说，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打这一仗。 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不同意出兵。不同意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2点：第一，新中国的战争创伤还没有医治，国家需要关起门来搞建设；第二，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牙齿，我们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还不充分，国力、军力都无法与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抗衡。况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都知道毛泽东烟瘾很重，一天得抽2、3包烟。可是，1950年10月1日这天，3包可打不住了。 毛泽东的秘书、长期跟随毛泽东工作的胡乔木曾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2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46年，我们决定同国民党彻底决裂；而另一件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出兵还是不出兵？毛泽东的这个决定下得有多么的难？这2封信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现在先来看其中的第1封，这是由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非常的珍贵。它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写给斯大林的。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 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在这封电报当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明确地告知斯大林，中国将会出兵参战。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当苏联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被解密之后，人们才发现，斯大林当时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 这是怎么回事呢？经查，这份电报起草之后并没有发出去。10月2日，毛泽东思前想后，最终，他通过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去了另一封电报。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 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先是一封出兵，但不到24小时就换成了这封暂不出兵。2封电报这么一对比，就不难看出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 10月2日这天晚上，毛泽东起草完致斯大林的2封电报后，立即要求周恩来设法向美国再发一次警告。凌晨，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被叫醒，接受周恩来的紧急召见。周恩来请他立即转告美英政府，如果美军越过38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为了能把信息传递清楚，事前周恩来特地向翻译询问，在英语当中，“管”这个词应该如何准确的表述。然而，当印度大使把话递给美国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却傲慢地摆了摆手。白宫对潘尼加传来的消息不以为意。 认为这只是中国虚张声势的恫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当天就说：“我相信中国是不愿被碎剁细割的。”然而，此时毛泽东已经起草了一份命令，命令中写道：“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这份命令证明了毛泽东出兵的决心。 就在命令发出的这一天，毛泽东密电周恩来说：“派人去西安，把他接来吧。”这个“他”指的就是彭德怀。彭德怀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北军区司令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彭德怀进京时，随行秘书杨凤安是如何回忆。当时的情景的。这飞机呢，就是说接彭总啊，寄宿到北京有紧急会议，彭老总去了以后，中央也正在开会啊，讨论的是抗美援朝出兵的问题，大家意见呢还不是完全一致。 说彭老总到了以后，4月下午到了以后啊，他根本都没发言。到北京的时候，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毛泽东叫他来干什么。他想着，是不是要跟他商量一下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呢？所以，彭德怀当时准备了一大堆的图纸。1950年10月4日，那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德怀后来自己曾经记述说，他那天是一言未发。为什么不发呢？因为根本没想到，北京饭店309房间。1950年10月4日的晚上，彭德怀来到北京后就被安排住在这里。第二天一早。 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来饭店接他，去中南海面谈。没成想，一进门却发现，彭老总在地上。一问才知道，彭德怀一宿没睡。打仗多年，睡惯了行军床，这大软床睡不着。可是搬到了地上，还是睡不着，翻来覆去，合不上眼。 为什么这么折腾呢？心里有事儿啊！在彭德怀自述中，对于那天晚上的心情，彭德怀是这样写的：主席讲了这样一番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心里也难过。主席的这番话，彭德怀在心里反反复复的念了10遍。 彭德怀回忆说：“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肠胃。”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 继续讨论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开会的时间定在了下午，但是在这天上午9点钟，毛泽东要求单独见彭德怀。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什么意见？”彭德怀答道：“迟打不如早打。”毛泽东又问：“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答道：“中央不是决定了林彪同志吗？”毛泽东又说：“林彪不便前来，中央希望你来挑起这副担子。”出兵抗美援朝，毛泽东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考虑？毛泽东对于当时中国周边的情况。 进行了这样的分析：组建志愿军令仅发出3天之后，毛泽东为何突然下令按兵不动？彭德怀刚撂下电话不久，毛泽东的电报就到了，正在揭秘。这幅画目前保存于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它所表现的。 正是1950年10月5日的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情景。这幅画的名字叫《决策出兵》，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第一次确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相关的影像资料，但是这幅画却非常传神地描绘了当时。 彭德怀在现场发言时的情景。会议开始的时候，中央内部还是有赞成和不赞成2种意见。对此，彭德怀是这么说的：“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从画像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毛主席的心情。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铸苍龙？ 自1950年10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接连几天主持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是必须马上出兵的问题。早一天晚一天对战局极为重要。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立刻出兵。” 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老友王季范和周世钊时说：“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100条1000条，但这100条1000条的理由都不能敌住6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他强调说：“打得1拳开，免得100拳来。”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打得1拳开，免得100拳来。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最出色的体现恰恰在于他是一个战略家。何谓1拳顶100拳？毛泽东对于当时中国周边的情况 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他说：“美帝国主义要把3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1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1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1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他就从3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他的如意算盘得逞。这个分析生动。试想，如果一个人的身上插着这3把刀，他该如何前进，如何存活？如果一个国家面临这3把刀的威胁，又何谈建设，何谈发展？ 毛泽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不仅仅是在强调对朝鲜应履行的国际援助义务，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世界全局，着眼于中国在整个世界的未来。毛泽东曾分析归纳了美国在军事上的1长3短，他说：“美军钢铁多，飞机大炮多，这是他们的优势。” 但是他们运输线长，兵源不足，战斗力差，这是他们的短处。虽有1长，不能敌过3短。我们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战斗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他1天不撤退，我们就打他1天。 1年不撤退就打他1年，10年不撤退就打他10年。关于抗美援朝这一仗，毛泽东曾亲口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 最后，打败你。1950年10月5日，中央第一次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在中南海，毛泽东连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然而，在10月3日晚怀仁堂举行的歌舞晚会上，他却提笔挥墨，再一次在历史关头赋诗一首。 这首《浣溪沙》贺柳亚子先生，仅仅用了42个字，便把中国近100年的过去和今天勾勒了出来。而毛泽东说：“一唱雄鸡，天下白所象征的就是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将乾坤朗朗的气象，冒着极大的风险，确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局势惊涛骇浪，脑中运筹帷幄。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能够诗情万丈，这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气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了抗美援朝历史中最关键的一封电报，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这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一起来看一下。圈圈涂涂，勾勾改改。乍看第一眼，我们就能感受到，对于发布这样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文件，毛泽东的心里一定是反复斟酌，慎之又慎。电报等级绝密，收报人彭高鹤、邓洪宪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命令要求，各部需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如果仔细辨认的话，可以发现，在这封命令中有两种笔体。命令的底稿是由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所撰写的，毛泽东呢在上面做了大量的批示和修改。比如在这里，把支援军改为志愿军，还有这里加上了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又加写了5、6这两大部分，重点强调志愿军入朝之后的政治纪律，并且鼓舞士气，号召全体指战员勇于克服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在电报的落款处，毛泽东划掉了“主席10月8日”，然后在电报的末尾重新落款，他完整的写上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在这份命令发出的当天，另一封4A 级别的绝密电报也同时被发往平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一个急字，同时还写着情报台发平壤，先发再送刘、朱、任、聂、涛、岳。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写给金日成的，告知他中国已经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在这封电报的最后，毛泽东还加了这么一句：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此时彭德怀已经飞抵沈阳，为志愿军入朝做准备。然而刚刚准备了3天，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生了。1950年10月12日，天还没有亮，彭德怀接到了聂荣臻的电话。聂荣臻急切地告诉他，有新情况，有变化，明日派飞机去沈阳接你。彭德怀刚撂下电话不久，毛泽东的电报就到了。这封电报其实总共只有2句话。第一句，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在这句之后，他又加上了一句：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不要出动，怎么回事呢？集结的号角10月8日就已经吹响，怎么到了12号就不动了呢？就在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发布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秘密登上了前往苏联的飞机。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拿到苏联对志愿军出兵朝鲜的援助，尤其是空军掩护。早在1950年7月5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刚爆发不久之时，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如果中国能派出9个师入朝，那么苏联将出动空军掩护。当时他还具体的表示会派一个124架飞机的飞行师。然而，当10月11日周恩来一行见到斯大林时，他的态度却变了。斯大林告诉周恩来说，苏联可以满足中国关于武器装备的要求，但苏联因飞机转场困难，所以2个月至2个半月之内不能出动空军。当时，苏军在靠近朝鲜的旅顺、海参崴都有现成的空军基地，根本不需要多少转场时间。这种说法不过是害怕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一种托词。而中国空军的困难可是实打实的呀。这么跟您说吧，当时周恩来去苏联要飞机时所坐的飞机都是苏联的。当时我们的民航尚未组建，空军还在训练，至少要等到1951年2月以后才有可能投入作战。10月11日，周恩来联名斯大林发电报，把苏联的变动告诉给毛泽东。由于时差的关系，毛泽东收到这封电报已经是12日的凌晨。中央政治局面临第2次决策出兵朝鲜的问题，而此时在苏联索契，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仍在继续。周恩来告诉斯大林，我们的底盘是你们的空军支持我们，我们才出兵。这话让斯大林泄了气，他首先动摇了，说道，如果中国困难，不出兵也可。然而毛泽东的果敢大大出乎了斯大林的想象，在仅仅24个小时内，毛泽东就重新下定决心出兵。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发给周恩来一封电报，告知他中央再度决定出兵。这封电报的题目是，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一起来看看它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3、第4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据当时的随行翻译施哲回忆，人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当时刚刚知道志愿军暂不行动的消息，随后这封再次出兵的电报就到了。周恩来拿到这封电报之后，是看完一页就让翻译去翻一页，目的就是为了火速把它交给斯大林。那么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没有把握的2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苏联提供的武器弹药装备，中国现在没有钱付，能不能以贷款的形式来办？第二，就是苏联是否真的能于2个月或2个半月后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接到这封电报之后，周恩来立刻要求苏方落实毛泽东的这2点担心。与此同时，在国内，毛泽东已经致电彭德怀，只是说，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然而，就在党中央再下决心，志愿军即将出动的这个节骨眼上，情况又变了。10月16日，周恩来收到了斯大林的答复。他说：“钱不是问题，中苏可以用半价来算，战争结束后再来结账。但是空军却是问题，即使苏联空军参战，也不会越过鸭绿江，只限定在中国一侧。”啊，不过鸭绿江。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的面色凝重起来。不过江，就是不入朝，这算是哪门子的参战呢？10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第3次面临抉择，毛泽东再一次通知志愿军各级领导停止执行17日入朝的命令，同时指出，先头两军准备于19日出动，明日当再有正式命令。斯大林再次拒绝提供空军支援，面对志愿军毫无空中掩护的危险，中共中央将如何决策？这一战略决策的制定，并非是一锤定音，而是一波三折。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此时不可一世的美军作何反应？伟大的抗美援朝系列正在揭秘。第2次下达暂缓入朝的命令，毛泽东出兵的最后决心下得着实不易。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了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毛泽东在最初决策抗美援朝时，对战争的前景曾有3种可能的预判。第1，志愿军能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第2，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志愿军因装备落后，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这是最不利的结果。第3，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志愿军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审慎的研究和极具战略眼光的分析，使毛泽东最终能够处变不惊。在得知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的消息后，毛泽东判断，出现第3种结果的把握性极大，这说明志愿军仍有胜利的可能。毛泽东清楚，这一仗对于苏联来说是加强远东利益的筹码，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在为日后的和平建设保卫家门。10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再度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会推到鸭绿江边，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会议最后决定，入朝部队次日出动。由此我们发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战略决策的制定，并非是一锤定音，而是一波三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下定最终决心的时间是1950年10月18日晚上21点。事实上，从1950年8月开始，杜鲁门就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情报，称中国的军队正在东北集结和备战。但是这些情报都送进了聋子的耳朵。美国决策层判断，中国的实力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如果出兵，最有利的时机是在仁川登陆之前。此后北朝鲜败局已定，中国再介入，那就是黄花菜都凉了。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10月15日，在太平洋的威克岛，杜鲁门问麦克阿瑟，中国和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此时的麦克阿瑟已经发现，中朝边境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师级番号，但是仁川登陆成功之后，美国人都把麦克阿瑟视为法力无边的战神。老麦自己的脑子也热了，他似乎只相信那些自己愿意接受的事实。这一天，麦克阿瑟傲慢地回答说，中国人来不了，他们没有空军，装备极差，据我估算，就是要来，也就来个5、6万人吧。然而，就在此时，30万志愿军战士已经依靠自己的肩膀后勤，背负粮弹，整装待发。10月19日傍晚，志愿军在鸭绿江边完成集结，准备过江。在队伍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队伍中，也有农民的儿子高润田。 他是114师第340团一连的一名排长。开赴朝鲜前，部队下令轻装上阵。高润田将自己卸下的私人物品裹成了一个小包，埋在了开原城郊的古塔旁。他说：“这是因为他相信毛主席，他相信自己一定会从战场上活着回来。” 在奔赴战场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与即将分娩的妻子告别时，只说了一句话：“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而10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也睡不着。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傍晚聂荣臻来了。 他报告主席说，志愿军已经过江。听罢，毛泽东没有任何神色，只说了3个字：“睡觉吧。”那一晚，他打鼾了。1950年抗美援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何连遭打击，却大举庆祝？这样的当头棒喝，似乎 还不够，装备落后，补给不足。彭德怀如何排兵布阵，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强敌一较胜负？他酝酿已久的那把直插对手心脏的利剑，终于可以亮出来了。首战告捷，善打硬仗的志愿军38军为何狠遭训斥？血战3所里，38军又能否扭转局面？ 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悄然出场，战争陷入僵局，后方补给被断，在挑战人类极限、敌强我弱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究竟凭借什么取得最终胜利？首次披露珍贵文献资料，为您揭秘伟大的抗美援朝系列第2集《较量》。